我叫蔡成毅，是王丁祖的高中同学。这该死的世界，我一定要改变它。你们真的觉得做这些抗争能改变什么吗？你记得今天是谁的生日吗？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啊？你以前不是这样啊？你要以前的王丁祖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了。而是啊，你对王丁祖是认真的吗？你是他前男友？他前男友已经死了。浪潮社是一个关心社会议题和媒体现象的跨校性社团。欢迎艺兴集团总裁贺新龙先生。艺兴集团就要大力推动媒体整合。我想要加入浪潮社。那你知道我们社团有时候会参加一些运动。反对，反对，加入媒体。懂不懂礼貌？我就喜欢敏感。欢迎入社。想加吗？想。要抽吗？可以答应我，千万不要伤害阿弟。干什么啊？你确定吗？只要出了这个门，你就回不去以前的生活。既然你们都来了，你们两个一起爱吧。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相信自己不犯，相信他跟你一样在乎啊。你真的不要跟我们一样在乎。你们有新闻自由怎么样？还不是把它浪费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？反正只要被你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炒，就算我们花了三辈子薪水都买不起。我们这边武装革命已经便宜你们了，你现在要开放更多。看，你现在和你瞧不起的那些媒体有什么不一样？那些人他妈就是要这样教训，不然他们永远都会为所欲为。把枪放下！你怎么样对他，我就会怎么样对他。